那这个洪坤老师，您看看接下来咱们再来哪一段啊？我觉得下一步是王彤、随风给大家展现一把。好，好，好。其实这个节目完全符合我们俩的性格。如果我们俩失利了，那就一定是有黑幕。他们俩不是花钱了呀，就是有别的什么事儿。这就别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亲爱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，特别感谢你们啊！有的朋友问我，他说你那个搭档说相声的那个曹随风，不见他说话呀。话剧里的那也没见就有他呀，这我得跟大家解释解释。这孩子这两天让我们给呲儿的走火入魔了。相声剧你看我呀，富强啊，这个我们团里这些最次的演员都上了啊。随风在这团里不算最次的演员，但是为什么没让他上呢？可能导演无心的一句话，就是说随风你这个文化水平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个有点太语言上不太讲究啊，你这个学问上你也差。很受刺激，自尊心很强，回家山后练鞭去了。这两天告诉我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练这三字经，现在张嘴就仨字儿。我说你练三字经，你也不能就说仨字儿啊，这你不是耽误演出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啊，不是来给大家演节目，主要是我想把他请出来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他治治病，好不好？我这谢谢大伙儿，谢谢您嘞。来来来，随风，赶紧赶紧。再给鼓点掌，你看撇着嘴就上来了。大家好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仨字儿吧。你干嘛老说三个字儿啊？不怨我。那怨谁啊？怨俺妈。怨你妈。俺妈说饭多吃，话少说，言不动就不喝，要想喝别开车，好生活喜洋洋，好工作，光头强。听见了没有？这就是走火入魔。我呀，今天一定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把他这病治过来啊！听见了没有？不可能！哎，还不可能？我就不信了！我今天当着所有观众，我郑重宣布，他请客。我请客？凭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我陪着。不是，你想得美，你还陪着。我听说你们家人口可不少，可以说算是一个大家族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其实我们家人口也不少，应该也算是寡妇村。你们家寡妇村？你们家寡妇村怎么说话呢？电影名儿。我恨这电影，不许提啊。说点别的，我听说你爷爷可是一个老革命啊。哎，听说还当过团长，叫什么？李云龙。李云龙。哎，那你怎么姓曹呢？这事儿。哎，你爸爸听说是地下工作者啊，打入敌人内部那种。你爸爸叫余则成。你听见没有？他爷爷李云龙，他爸爸余则成，他曹随风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俺愿意啊。你愿意，你愿意。哎，其实我们家也不错呀，我爷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。哎，你告诉大伙儿，我爷爷地下工作者。我知道。哎，跟大伙儿说说，我爷爷地下工作干什么？修水管。修什么水管啊？修水管地下工作呀？交通员。哎，交通员，最后被敌人逮着了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。最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？没扛住。没扛住，像话吗？扛住了啊！往下说，你就说仨字是吧？有本事你把仨字进行到底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后悔。后悔啥？精明人话不多，糊涂人话一车。你话迷白费力，俺词少效果好。你不信问观众，掌声响，预备起。呵，不是你调调观众干嘛你？我不信了我。哎，我给大家剧透一下啊。这随风啊，你别看说话笨笨落落的，唱歌可是不赖。我想着让他唱歌，一沾歌他这仨字就完蛋。咱再试试。哎，随风，弄啥嘞？我给你唱两首歌啊，你告诉我谁唱的啊。听听啊。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，把世界看通透。
这歌谁唱的？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乘以二，乘以二像话吗？直接说这歌手啊，再换一首。有多少爱可以乱，不是，有多少爱可以胡来，也不对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这歌谁唱的？迪克牛。不对，后面还有。没有了。还有宰呢？不能宰。为什么呀？疯牛病。你管着管不着你。我就不信了。你过来过来过来。我老给他这么提词哪行啊？你让他自己唱，他自己一唱，这事儿就没法弄了。哎，你敢不敢给我们大伙儿唱歌啊？献歌一曲，你敢不敢？我打赌你不敢。唱就唱。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看你怎么弄。唱。唱不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没掌声。没掌声。来，这掌声都来了，我看你怎么给我唱。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还有梦。没唱完呢。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终有梦，终有你在心中。唱完了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别唱，谢谢。